特别棒啊！今天收拾仓库，整理出来一批落地箱、书架箱，还有 BOSS 的什么的都有啊。这是 GBL 的大肚婆，先锋的 C5 全套啊都有。这是 BOSS 的，另外这个是燕飞利仕左轮八寸的同轴637的天朗 BOSS， 然后这个是机油系的小妖精四台，德国的伊利，又一个 BOSS， 宝华，再加一对英国的乐福豪，很多，一会儿听一下他的声音。对于这款 BOSS 的，很多人我相信都已经玩过，尤其是他的这么小的喇叭可以爆发出无限的音质，包括它的功率非常漂亮啊，也非常棒。开机，开机以后，这里边有一张盘，点击播放在哪儿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，播放，看一下。音量大小，知道背景音乐是谁的，特别熟悉的大哥们点赞吧。